奥斯卡明勋，准备好来一股热浪吗？可是我什么也听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的那种吵，即使这里多么安静，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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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想这世界有时候过于复杂，有时候过于喧闹，有时候我们其实只需要一个善意的眼神，善意的拥抱，就可以让这世界由复杂变得简单。有人举出了 free hug 的牌子，拥抱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它可以让人跟人之间没有距离。
我穿越森林，打开黄色纱幕门。如果我是陛下少年，约定好歌唱，纪念旅行。约定好。
指北针。现在感觉有点像是沙漠在下雨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天气怎么会变这样。下面这首歌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状态下面写下来的，所以我特别想在今天简单生活节唱这首歌曲。在台东的一片全然黑黑的无光害的天空之下，在我也看不到自己的范围之内，这首歌是黑暗之光，虽然现在非常的光亮，但是呢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静下心来，一切就没有那么的烦躁。
谢。接着我要来唱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在唱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，这首歌需要大家的力量才有办法完成。想要大家把你们的心跳的声音数出来，换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我都跳得很快，你们的呢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因为简单生活节，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。心跳的力量跟群众的力量是同等的。下面这首歌曲是因为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我觉得生命很像是雨水，我们每一个人降落到这世界上面的小角落，就像我们今天各自从不一样的小角落来到这个地方，在这台北市的最中心点。所以我想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完成这首歌曲，我会录下大家一起数着自己心跳的声音，此起彼落，因为每一个人心跳声音都是不一样的速度。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完成这首歌曲吗？好，希望不会太热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喝水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。我们先来试试看大家的声音足不足够，我的机器可不可以把它录下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。Hello， 这里有人吗？后面的朋友，你们也愿意一起加入吗？好，那我来试试看你们的声音有没有办法录进去哦。可以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吗？再大声一点啦！我们一起来数数看好吗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三。这样的声音太小，真的录不到的。当我把麦克风转向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录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也是因为声音太小声了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好，要很大声哦，要不然收不到。一、三，一。
想要完成这首歌，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可以再让我们录一次吗？确定？好，我没有办法跑得太远，所以你真的要很大声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好。那我这里也再更大一点。
喜欢柯敏勋的朋友，我们在左前方的好友感觉摊位区有柯敏勋的作品专辑跟 T 恤的贩售，那待会在那边3:40也会有签名，谢谢。